有什么？还没有在台湾客户，他们用在无人机上面。OK。嗯，我们那种细的，它镜头转来转去，比较不会，对啊，应力释放，对啊，因为比较粗的可能就会比较卡卡的，有点像稳定器那些都会比较需要细一点。然后我们这个最新推出的就是没有网尾的，就是我们首发，它可以360度的，然后它又比较耐用，它是在比这个耐用，比这种的耐用，因为它在这上面的一种升级的编织，这编织是用苹果工艺的编织，哦，跟苹果的颜色一样，跟苹果的工艺一样，苹果原装线也是这种编织，因为很常把线折坏，就我们要专业的把这个生根嘛，这种 OK 啊，这次来也是各大品牌，没有名片吗？这个吗？我可以拍个照吗？可以啊，欢迎欢迎。上面有我的邮箱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网站。OK OK。嗯，像包括这种，这个也是我们首发，硅胶的。哦。苹果特别喜欢用，那现在已经把这种线推出来了。这会比较不容易打结吗？还是？因为这种材质很少用在消费性上。对啊对啊，还蛮少看到。只要医疗上面的。好像还没。我们把它用在消费上。对啊，正常应该都这样，这种材质。对。哦，这种还要防弹丝的 Kevlar， 就美国杜邦防弹丝的，就是可以拉车的。哦，这特别坚固，你做引体向上都没问题。是一种概念，对一些美国的，我们也是美国的客户。OK OK，用他们用这个做引体向上展示。这个是。哦，不是，这个是一个索尼的连接器。那你们有那个做索尼的？那个是 Micro HDMI。Micro 的都是这种头的。哦，这是90度的，这是直头的 Micro 的。对 ，OK。所以你们也有在阿里巴巴贩售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邮件。哦，也可以，就直接。我们都是定制化的。哦，都是刻制定制。对，像通路的话，做 okay, 像这种都是0.5米。就需要什么就跟你们说。对。OK OK。定制的话，你像这种机构，它的长度不一样，然后需要各方面的模具。哦。不一样，定制就工厂。OK。所以你们都是在就都自己做的嘛，对不对？应该算是。对，我们有抽现场和加工厂，所以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嗯哼。通路的话，我们通路客户就是0.8米，像这种标准品0.8米，我就 A 对 A 的，人家用的最多，电视机可以，玩游戏可以用，就是这种。然后我们把它做成多彩的，这个颜色也是苹果颜色，比较符合大众。都是屏。然后这种光亮边两边的设计，市面上都没有，我们是啊，第一个推出来的。好，我会再多多关注你们的，对啊。好，谢谢。OK OK， 谢谢。